你倒是见光顾着生气了，没仔细看你的面容。有什么可看的？你这面容，我娘应该喜欢。 都中，谁家也不是半截。你们是谁？我家公子是来救姑娘的。阁下是谁？人家问你话呢。要不然我不露面。 那你费尽救人家干嘛？你想啊，当年我也就是夸了他几句，而温华也就是夸了他几句，他就追着我们打了几条街，这如今我救他一命，也算是扯平了吧。多谢阁下相救，还请当面道谢。 是你，你给我站住！老胡，放箭！温华，姑娘，你听我解释，这好屁股，好生意，那都是夸人的好词儿啊！看什么看？还不只是屁股，你看这腰也好，杨柳水蛇、黄蜂，这都能对得上。好身材，好曲线。杀了你，臭流氓！哎。 轩辕姑娘好呀！哎，等等，姑娘，你记错了，当时怎么是我一个人呢？明明还有一个老黄，还有一个温华，那些话都是温华说的，我最多就在边上竖了个大拇指，帮了个腔，他才是罪魁祸首。你，姑娘，我也是交友不慎，咱们都是受害者。你还敢出现？这不有缘吗？ 后会有期，楚萧，魏爷，放心。 逃不掉的，你到底是谁？就差那么一点儿。 都不知道怜香惜玉，姐姐白疼你了。那要不我来心疼心疼姐姐？小嘴真甜，又跑了，逃到老娘头上了，就在前面，追。
你是北凉徐凤年？我这个身份，人人喊打，用不着假扮吧？刚才要拦着你那个人是谁啊？与你何干？看来是有人不想让姑娘回徽山，不如同行。这一路可不好走。 你许萧儿子，姑娘是彩礼清楚这关系。这么看来，是有些像。姑娘，你说什么？你也上徽山？我去龙虎，一江之隔。刚好，同行一段。你不等你的那些手下了？他们赶得上来。姑娘这么着急回徽山，是有要事在身。 算是。蓝姐是谁？袁庭山，我家门客。门客蓝楚贤，应该是我爹让他拦的。你还想知道什么？轩辕家的大事会不会不方便让我知道？会。耽误没事。北凉的首长申请徽山。 不用，像是见光顾的生气了。你仔细看你的面容，有什么可看的？你这面容，我娘应该喜欢。我歇会儿。你说他是不是心智有问题？ 许凤年，说真的，你是不是还见过他们呀？真没有。咱们说正事儿，前辈，对，你知不知道轩辕家那位老祖？啊，徽山古牛将大雪平上，轩辕大盘，和我斗过剑呢，还活着。谁赢了？我只输过王仙芝啊。哎，你刚刚说了轩辕大盘什么境界？天象境。怎么跟我一样啊？ 那不是很强？境界有什么用？能打才行。小子，想动徽山呢？轩辕家掌控天下水陆，用处大的。怎么收服？要不娶了外头那丫头？我徐凤年绝不卖身。嗯。他和他爹怎么回事？据说轩辕清风和他爹关系极差，所以常年不回徽山。 他和他爹为什么关系差？他爹轩辕进城是轩辕家嫡长孙，按理来说，应该由他执掌家业。可是现在整个徽山上下，没人把他放在眼里。为什么？他只爱看书，不曾习武。爱看书有什么不好啊？ 轩辕一族毕竟是江湖世家，那是长不了家业。不仅不习武，据传他性子软弱，不成大器，是个废物。那不是跟你一样？什么叫跟我一样？你之前的名声不就是跟他一样？我之前的名声没准比他还差。你小子心狠，藏得深。轩辕家族那小子搞不好也是如此。 嗯，若真如此的话，他藏的可比我久。其实关键就一点，轩辕清风为什么回徽山，他爹为什么拦他，明白这个，整盘棋都看透了。我发现你自从见了曹长青之后，聪明了不少。嗯，厉害厉害，女王风范。哎，不是，我本来就很聪明啊。